震惊，原来穷的只有我。邓伦偷逃税事件曝光后，又引起了大家对于此话题的讨论。而在3月17日，据媒体报道，2018年10月起，2个月内，国家开始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，自查申报税款就达到117.47亿，这个金额比2017年前20名上市银企公司的净利润总和还要多。而在这117.47亿之外，还有许多明星存着一丝侥幸心理偷税漏税，若是加上他们偷税漏税的金额，那岂不是更多？绝了，谁看了不得说一句，娱乐圈的钱太好挣了。而明星真的是太有钱了，难怪那么多人用的方法就是想红。叫伦，我叫伦少爷。现在邓氏集团的现任总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我买不到的东西。睡衣真丝的很精致，是谁的？那很精致的肯定是我的，没有我不能买的东西。